我对不起啊，你要站在这边才不会用到你。哦。打天翼战神，万象宙斯打天翼战神，给他打爆裂。耶、yeah, ！我的万象宙斯还在转。爆裂才可以。哇，万象宙斯还一直在转呢，还在转，还在转。还在转，不行啊！这要等到下一出，锵锵锵！天一大哥，打败了 ！Go go go！ 打败你的天一战神！我锵锵锵！耶！万象宙斯还持续旋转，哇！你看他还在旋转，要等我，不行，现在啊！我等你。哦，你看他还一直可以转呢。嗯。哇，这万象宙斯很强哎！对，很强。我们改天再去买新的陀螺好吗？嗯，我也开的。买新的陀，波动三头拳对上暴风巨神。哦，飘，波动三头拳一直想要躲到中间去，被暴风巨神挤了出去。哇，结果被波动三头拳给爆裂啦！哇，剩下一块小铁片留在中间。哇，风巨神对上你的天翼战神，耶、yeah, ！这次换我的暴风巨神赢了，还一直在旋转。把无心意爆裂，爆裂！啊！为什么又爆裂啦？啊！而且你的还在转呢。啊！你用手的绝招，换我给你爆裂。哦，这一次看来天翼战神会输哦。天翼战神一直在很不稳定的状况下，万象宙斯，哦，你看他非常的稳定，耶、yeah, ！果然万象宙斯赢得了这一场的胜利，耶！哦耶！这个小孩子在旁边哭了啊，没有在哭、哦。还没有哭。